就 Steam 上的一款小游戏，什么？这是叫我按键盘的 E 吗？可以加快他的动作。这什么？这是卡通剧吗？哼哼。完全不需要我操作。那这到底是玩什么？啊，可以动了，可以动了。他可以讲话。要连什么？完全看不懂。没有反应，就只是个空洞。这是要玩什么解谜啊？完全搞不懂在玩什么。啊，把那个全部吃掉。啊，那这是益智游戏啊。这是小品游戏而已，看来是需要花时速的。没办法，认真弄完吧。总不可能每个游戏都像蘑菇猫一样简单，然后时程又短。这种游戏一看就知道不好骗成就了。哇，上面小了。上面这一堆要先吃完啊。
这游戏简单就简单在于它可以全靠那个简单的那个键盘操作来完成整个游戏，你不用动其他什么按键，就 W S A D E 跟 Q 就包办所有的指令了。哇，靠腰，错赛啊！这25关会不会太长了？把那个单行道都先吃光。想吃才能吃光，我刚刚要是往上按的话，他妈的要重来了。哇，这边怎么过啊？先把那个吃掉，好像才对。先把那个吃掉也不行啊。这样可以。靠，别吃错了。遇到这种单向道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一吃错就要全部重来。错赛。这段要怎么吃啊？这样吃就不对了。我应该把那边留给最后的。应该就可以了。对，把那条留给最后就对了。
这边怎么会这样子啊？不能这样子吃哦。一定是要先有的。先左就不对了，因为没有路啊。先下应该可以。但是这条路怎么办？啊，这样是可以。妈的，那条路根本就是要最后才能吃的。下面那条路一定是最后吃的，不用怀疑。把这边给吃掉好了，省得麻烦，这样就可以了。那种多出来的路没有必要的，就要先吃了。这样可以。靠背啊。这样子吃到最后一定会输的，看吧，这一条路而已，哇塞！这边怎么吃会比较好嘞？不行，这样不行。又断路了，我先把这些单向的道路给吃光光好了。然后再看要怎么变通。啊，可以哦。
可以哦，把单向的吃光就对了。这条还比较简单呢。哇！智商300%。它一些关卡简单，一些关卡难。它刚刚那个应该把它摆在最后一关才对，刚刚那个那么难。可走了，先把这边吃掉，怎么样？然后那一条留到最后。应该可以吧？那条是一定要留到最后，对不对？哎，那个那边要跟着吃掉，讲我知道了。这样就可以了。对，吃掉了。我拿到一个，那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磁碟片还是什么？姐妹不要给我出的太难啊，我不会过啊。我玩的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个门。这个是要玩什么嘞？
这边是要做什么？你是要我解什么啊？不行了，不知道这边要接什么。哦，又是解这种解谜。妈的，这比刚刚那个还难呢。刚刚还几乎不用动脑，这一看就知道不简单了。我真的觉得我应该没有办法过这个的25关。怎么把它变过去啊？
哎，有了。啊妈，第九关而已。这种关卡靠北到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妈的！难归难，我还是过到第十七关了，所以人还是要有自信。
哎妈的！我怎么有三个？会不会太鸡歪了一点呢、啊？两个就已经不好解了，还给我来三个。妈的！我觉得先固定一个以后，应该就会比较好解了。哇！稍微有点诀窍了哦。后面这边破得很顺利耶，25关给我来个简单的。知道没有那么简单。这里啊，
奇怪，那个左边都差一点点。可以了。哇，你的人生要过这些谜题真的是太有意义了，有意义到我不知道该讲什么了。啊，我不是要回来了吗？我要玩的这个谜题，我完全不知道要怎么解，看不懂啊。负的对负的，十字对十字，日头对月亮。其实我这个有点看不懂它的逻辑是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上下对称吗？还是左右对称？Thank you.
对啊，这边怎么可能让他都相连？是左边要对左边，右边对右边吗？是这样子的吗？有点搞不懂他这个的规则。若白的在上面的话，那黑的不是就要跟他相反这个样子吗？黑连黑，啊这边叫白连白，黑连黑，啊这边应该要白连白，这边黑连黑，白连白，黑连黑，白连白，黑连黑，哦，干，我终于懂规则了，你妈个逼嘞！白连白，黑连黑，白，黑白。白。白连白，黑连黑，连白，连黑，连白，连黑。这样就不对了，这样连白、连黑、连白、连白、连黑。这边连黑、白，哪边没连到啊？这边呢、啊？连白黑。白黑连黑，白连白，黑黑白。连到
白连白，黑连黑。黑连黑，干！先解决上面。黑连黑，黑连黑，白连白，白连白，连黑。这样连起来，这边连白，来个白，那这边就要黑。黑连黑，黑连黑，黑连黑，白连白。怎么还没过？啊，这边呢？干这个垃圾游戏！哪里没连到啊？白连白，黑连黑，这里啊，太靠北了。
黑连黑，这边几乎都完成了，百连百，黑连黑，百连百，黑连黑，就差这一块。还有哪一块不合群的？百连百。嗯，到底还有哪一块不合群呢？这边都百连百了，黑连黑，百连百，黑连黑啊，这里啊。这一块不合群，但是这块要怎么办呢？百连百。还有哪一块不合群？这里这一块，这块实在太黑了，这块 要全部变的话，就全部都得变了。就剩这一块不合群吧。
啊，这边一定要接黑的。我狗屎！这块是问题啊。让黑子鱼池。一定要黑啊！怎么越来越困难呢？还有哪一篇不合群？黑啊，这篇。靠北这边一定要接，
干，还有街上瘾了，你知道吗？应该没有了，还有哪篇不合群啊？这里这两篇。这一定要往下接啊。偏不合群，这一篇不合群，接个循环。烦死，你接到旁边去好了。最后一关了。我这边一定要扣一个黑的给他，把你接到上面去。这个不要好了，接过来。这有点像是在玩接水管的游戏，你知道吗？OK， 水管接完了。啊，我三个都拿到手了，是否还缺什么？还没有破关啊！这边是拿那个25的地方啊，这个是什么？
现在有点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上个流程都已经过了。这边应该是我过关的阶层。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加号吗？二加二等于四，二加三等于五。哎，我好像懂什么了。等一下哦，一二三四五六六。减六等于零，八减七等于一，一加五等于六，四加五等于九。有个地方有数字的，对吧？算术研究所吧。一，一，二，好像是三吧。所以最后一个数字是多少？一加，中间那个字算加吗？一二，前四个数字是一二三吗？加一等于二，二加一等于三，三加二那应该就是五了。加三，幸好我把那个图形弄下来。五加三等于八，
那是八的图形。八，对不对？其他的房间是做什么用的？他其他房间是拿来做什么用的？我现在知道这个是加减乘除的房间了。加减了也没有乘除了，那这个又是在干什么的？这个黑板在对着我笑，不明意义。然后后面两个房间锁着的没有打开。这三个25关的谜题我都解了。这又是什么？对，这个是什么意义？我还不知道。哎，有了，按照顺序来。结束了，让我跳出成就了 ，The End。真的结束了吗？所以一切都只是这个小姐在做梦。熊呢 ？Hello， 又回到标题画面了。我刚刚跳出去看，我已经全成就了。那也就是说，这个游戏到在这边做一个段落了。啊，它有一些谜题，我不知道它拿来做什么的。像那个笑脸啊，我不知道它要做什么用的。心里还是觉得很奇怪。这边离开以后就回到那个一开始的地方了，就过关了。那个学校到底是拿来干什么的？
这里吧，这里过过了。这里，叉。右叉，这个就只是玩那个梗而已吧。我以为画同样的图形，他会给我进去。那门一样是锁着的。我去查一下，好像第三道门本来就打不开了。那这样游戏结束，好像不知道，我心里总是有一点疙瘩。那个钢琴那边就只是摆设而已。好吧，这个游戏玩到这里为止了，那个隐藏的谜题我可能就解不出来了。因为不知道第二道门是只是钢琴的摆设还是什么，那第三、第四的门是单纯锁住还是另有秘密，这个我真的不晓得。反正我全程就解完了，应该是完成这个游戏了。好吧，谢谢大家收看，那我们这一款游戏就在这边做个段落了，那下次我们再为你们录其他的小游戏，拜拜喽。